戏剧统一性的相关概念。一 Les bienséances. 二 La vraisemblance. 三取悦和教育。四打破规则。一 Les bienséances. 文学应该尊重道德规范和品味，即使是历史事件，也不应提出任何无视这些准则的内容。二 La vraisemblance.行动应该是可信的。当历史事件与可信度相矛盾时，一些批评家建议后者。三 Aiut de lectar aiut prodes. 文学艺术要自觉遵循赫拉斯取悦和教育的箴言。四打破规则。这些规则或规条很少被完全遵循，许多世纪的杰作故意打破这些规则以增强情感效果。